走就走了。正好三十秒，嗯，装满一个。你可能三十秒的，你干着呗。好，收了。好。后面撂顶啊！小莱往后面去一点，那形象别搞进去了，那么脏一个。小来把这狗毛子下点油，等一下把它，哦，重量你不用算了。最后一把来，重量够了吗？行。你认为呢？可以。这重量是扯过的。还是十包了，三分钟了，快点上来。哎，师傅，快点来。开左边。哦，那你过来看一下那个马的那个马队。
落实。行啊，这转炉落实。几包了？你们这啊？几包油了？再开一包吧。这老火了，再开一放一包看祖宗。领过去看祖宗。把店开开啊。